这些不是我的想法。绿屏马赛克建议刷新一下，如果实在没办法，我也没办法。哎呦我中单打飞机，一级学的 E 要摸一下，唰唰唰唰，撤一手。哎，这闪现是不应该交的呀，我是不是交快了这闪现？算了，无所谓了。我竟然有种温暖，叫做希望。学 W 秒 W 是不是有点狼？有点狼。万一这手速没跟上，完了，GG。吃一堑长一智，昨天打刀锋一级单杀，二级就被人单杀，所以我们不打了。啊，这英雄的虚区有点吓人，这都是经验。不用打不了我，你打不了我，我也不跟你打。这非得让他砍一下，这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没办法，刀锋就是这么烧。人呢？必须得到执行。就一个字儿，撕凹烧。他只要遇到你了，他后前面有小兵，他必定要抠你一下，再抠回来。真烧啊！也没了，我没把你给砍死呢，寡妇。我这挺害怕呀，我先念个咒啊，堆点血。我好像打不过他，来来来一下，我好像打不过他，他五层被动，我上去我要死，我兵没法补啊，这唐唐啊，这唐唐，唐唐。难，别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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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对不起还不行吗？对不起呗。哎呀我去，给你点面子，他直接抠我。你发现没？你只要哎一猥琐不跟他打，他就开始凶起来了。药这波不买了，没被动，你上去干吧。呀，他哪来个亚索？哎呀，漂亮！那我推波塔吧，吃波塔皮。吃波塔皮，来个小药瓶。打刀锋怎么打？第一点，他不能有兵；第二点，他不能有被动，这样我们才能打过他，把他的E给他一躲，嗯。他就没有虚区了，稳一点。这把稳一点，薛威。这把是薛威是稳一点。你看这波抠，我就可以往上小抠一手，看到吗？走呗，来抠我。他敢抠我，我们直接启动，刚才知道吧？攒被动，让他砸了。兵有点多，他先不打，又被他砸了。我还能回来，这波可以打了。这英雄伤害确实有点高，还是得把那E给他躲了。他带点盐，要不我怎么走不敢跟他拼呢？下波可以打啊，下波他没点盐了，我们可以打一波。我先手 Q 没问题啊，我先手 Q 他，我们才能攒出第二个 Q。我们要不先手 Q， 第二 Q 攒不来，可能打不过。下边可以打，下边他没点盐，他伤害不够，我们的血量吧太少了。他现在指定以为，哎呀，他自己特别的狠了，他一会儿指定得找我们打，他打了他就上当了，知道吧？不用你在这穿，
哎，螳螂给我杀的，好队友啊！上当了吧？嗯。我来扛塔来。这一抠一抠的挺快呀、啊。哎呀，这波有点难受啊。旁边有寡妇，我们上当了，我们上当了一波。出个攻速牌吧。亚索390的野兽，他十级。哎，我应该砍他的，刚才我应该砍他试试。虽然他十级，他十级，我们八级我也应该砍他，因为他没有小兵了。应该砍他。刚才我的问题，我薛飞猥琐了一波，他破败了。挺凶啊，好凶的刀锋。哎呀，可太猛了，防御塔给我砸的。这我也干不过他呀。我们回家，我曾拿着这把剑年复一年。局势薛飞是有点劣势，他没啊。他没有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来一波来一波来一波！我冲！哇！哎呀，给个助攻啊！干嘛杀这么快呀？掉的有点快，我们这把可能收割起来会有点费劲。亚索1000块钱，不拆了，溜了。俺俩能打过他吗？我怎么感觉费点劲呢？
漂亮，飞机飞机，哎，有小兵，有小兵也可以打，哎，还是有小兵，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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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我去，起飞了，哎，寡妇，没蓝了没蓝了，实在没蓝了啊，下边再打下边再打，不打了先啊，哎呀，起飞了，让我们飞。一刀加999块钱。下路二塔咋都没了呢？没的有点快呀。哎，这飞机。刀锋指定是去上路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一个一个杀呀！哎，别着急，这波中路可以打。有没有人呢？我们现在得宣威爆波团，然后呢？差一点点。没砍过的，下路俺们可以试一试啊，我们俩这亚索装备有点好，等我大招，等啊，他有点厉害啊，他有点厉害，等一下啊，死有点也有点太快了，这多抓几回这刀锋就好了，他100%他还得来，我马上到啊，这人就一直带就一直带一直带一直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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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死了，我想知道那队友上哪去了，我飞，漂亮，把这打了呀，亚索上哪去了，希望亚索不要来，我们赶紧把他上塔推了，
耀光长剑。塞纳还没杀过，塞纳跟麦林炮手还没杀过。塞纳波比没杀过。这把值得庆幸的是什么？对面的寡妇没起来。大佬一波就拿下，哎，你还一打五了呢，给我打死他。1850。完了，剩一个 buff。你是打完剩一个 buff， 还行吧。飞机的 buff。来，我买个这个暴击斗篷，然后我们赶紧中推。啊，买个暴击斗篷。哎，这还去啊？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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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他们要中推了。我杀塞纳其实就一刀。这波螳螂啊，扛兵线非常的赚，扛兵线他扛兵线扛的特别对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波就得直接拖着，让对面没有办法拿龙。这个红我不要了，这个红给 AD， 啊，让他能封着。我们要红其实意义不大，压死我可以杀，等他没有小兵就可以杀。真难杀呀，别急啊，闪现全死。谢谢小鸟虚人的飞机。
快撤啊！快撤快撤，法完快撤，赶紧走。无尽2000吧，差50。看看刀锋过不过来啊？塞纳可以杀。回家了，来个秒表，不来秒表了，你秒表没什么用，我直接来个锁子甲。还得让我们右一点，那秒表就能盯一下子，不好用，盯的时候我收割不了，我还不如抠一下。他们没敢上，我搁旁边，对面没敢上。集团吧，大龙。大龙集团可以，我们。不上了，不上了。我没有闪现呢，原来。哎呀！这蓝 buff 谁要啊？给螳螂吧，要不？我要没有用，我根本我就不缺蓝。就把红收了。ADC 不收红啊，不收红我收了啊。拆下吧，正好打龙。小龙下路这都可以的。这块他俩指定全死。好的，还有没有人了？
个逼把我杀了。没纸了。